我叫秦露，21岁，在英国念书。啊，我唱歌还挺好听的。今天我带来一首歌曲，可以给你们展示一下。不用了。啊？你被录取了。乔乔，今天辛苦你了，照顾孩子很累吧？一点也不辛苦，小孩子特别可爱。你说，以后我们的孩子会不会也这么可爱啊？会的。今天，我真的好喜欢小孩。我知道，我也喜欢。对了，你今天去公司面试新人怎么样？有收获吗？有几个不错的。还录取了一个讲冷笑话的。怎么会录取他？这不像是你录取人的风格啊。可能是我觉得他讲冷笑话的样子挺像你的。像我？你说的我都想去看看了。像刚出道时候的你。你知不知道你这样随便说一个女孩子像你老婆以前的样子，你老婆可是会吃醋的。别吃醋，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最好的。这还差不多。